真真假假无所谓，走遍江湖全靠喇叭嘴。为了求通告嘛，什么都要说。最后当一个主题是要聊当兵的甘苦谈，然后我硬着头皮去，我还穿全身迷彩胶胶靴这样，哦，讲的津津有味，头头是道。啊，听到康哥整个哈，哇，这故事太精彩了。哎，运哥，啊，问你一下，那你到底当什么兵？对，这么特别，当兵我没当过兵。金马酒店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